我瞧干点事干。要了几天的青龙鱼才打的实，现在这样。莲花生喽，这菜籽多少？像以前的话，那收了菜籽，都莲花生，就二十多天了吧？收了菜籽。差不多。啊。不过人家其实大部分就是仓库。嗯。不应该大部分就是仓库。现在好像都吃了十多十天了呢。跟赵星子一般样，干了好久嘛，干了。嗯。都没练上台，亏了点油。我紧张的嘛，起码下连着下几天雨，起码我中午一落一晚，一天一晚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下大雨，大雨还跑。嗯。两个十万没吗？没有。就晚上噻，就晚上吧。啊，今晚宝宝明天星期一要发展。关系宝宝白天家嘛好，落了雨好，出去不好嘛。现在啥子？嗯。看到样子的病呀，昨天还穿夹袄，我跟你说，前两天三十多度，今天二十，今天可能二十四度。不是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天气真的简直怪。那秧子就很，真的秧子就很容易得病，我说嘛。秧子这一下子就感冒。秧子啊，你把你两子得病，你就是啥？你的房肯定像昨天那样子打不动我噶。嗯，那我的干跑了的，就是是干的嘛。啊，都转得久。这我的。哎呀，你看上去好瘦。那干啥干跑了的？这个是干的嘛？嗯，这红烧些嫩丝丝的。哦，敲干了嘛？嗯。喊林哥是吗？还有拿水浇一下。这花生也丢了一堆，我说嘛，因为扛伯母的时候，带伯母的时候，它剩下来才好好。弄那个洞，何院长来了，说一下还是不紧张，差不多你看嘛，嗯，那黄料都是干的着的，是啊。这些人也穿长袖子。那个孩子身上。
很高兴了，不是有。哎呀，这要是交干二十岁，哎呦！我说啥？哎，胡皮儿回来了。